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出来菜市场买点榴莲和栗子吧，拍视频呢不好买东西，每次都是拍完了后买。一个榴莲可以装两盒呢。你这个多少钱呢？120。包你吃。哎，你下回结束会过来帮我们找买榴莲的。哎呀，这个好吃的。啊。640块。126，很漂亮，秋高兴啊，126是吧？哎，对，哎呀，非常时期，一般人呢，有时候连开都不开的，是哦，嗯，回到家自己来。那个荔枝新鲜吗？荔枝很漂亮，啊，那就拿30块3磅是吧？哎，对。荔枝3磅，总共156元。现在过来买榴莲的，一下子多了起来了呢。